防疫避免群聚，雪隆慈济志工今年各自在家浴佛。现在 OK 啊，今天很 clear 啊。不同空间同一时间连上慈济浴佛网站，零秒差一起共襄盛会，穿上整齐制服虔诚礼佛，现场道气十足。2020年四大不调，极易扩散，佛陀这位宇宙大觉者怜视众生，抚慰地球，持志教善。除了用心聆听正言上人的开示，志工也分享第一次参与浴佛的心得。看到志工呢浴佛过程呢所播放的音乐哦，这歌曲哦，心里感到无比的宁静跟祥和，所以心中有更有无形的感动哦跟激动哦。疫情之下，今年浴佛别于以往，小而温馨，却能一同共沾法喜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